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、お願い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一餐时间。但是今天想做个饭的话，就是，寿喜锅。为什么想做寿喜锅呢？因为是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大家都会，公司出钱，然后就是让大家聚餐吧，就是为了增加感情吧。因为今年疫情的话，就是聚不了餐，把这个聚餐的钱换成肉。酱双肥牛是我在的三重县松板的一个最有名的肉，松板牛的酱双肥牛。现在因为今天是4点左右到那个我们公司，现在去把肉领回来，然后今天晚上的晚饭的话就是寿喜锅。好，现在出发。这个先用牛油先把锅润一润。这个不是公司的那个肉啊，这个我是怕公司的肉不够吃。我又自己去买了一小盒肉，稍微有一点效果不错吧。这个是公司发的肉，哦，还是个木盒。让我闺女把这肉开开。哎，开了。哦，牛下的啊，すごい。酱双肥牛，酱双肥牛就这样，牛肉，然后看雪花肉。切得多了。切得多了，还有么呀？还什么的？请我老婆先把肉放进去，先。チリちゃんもやりたい。チリちゃんね、これできる。おお、好声音、好声音。おお、いい音。好薄い。いい音ですね。もう一回やっていた。再来一片儿，这不是一片儿，是好几片儿啊。すごいですね。有点像咱们国内的。見て、ナナが動いてる。国内的那个。ね、見て、ナナが動いてる。ラーメン店的牛肉。ナナが動いてる。好了，然后倒水，倒这个调料的话是一比二，这个话倒一，然后水的话倒二。好，现在兑水，应该兑热水稍微好一点啊，兑的凉水有点儿。有点不太好啊。感觉你好像没吃过肉一样，咱们家也经常吃肉，好不好，闺女？我先把豆腐放进去啊，豆腐稍微煮一下入入味儿。先吃肉啊，闺女来。先给我闺女来一杯。有水有水，阿吉，我先尝一下味儿啊。那大丈夫大丈夫，高队，来老婆，阿斯克来。让我来点肉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软好软，肉好嫩。食べるやつ美味しい。来点春菊，再来点白菜。来，闺女，想吃多吃点。我儿子在生气呢，你们吃好吃的，我吃不好，我不能吃。就是我们公司发的肉的话，大概是有7000日元左右吧。像那个我自己买的话是2000日元。吃寿喜锅的话，要配生鸡蛋，用生鸡蛋蘸着汤吃。我不吃生鸡蛋，所以我就不放生鸡蛋了。哎，闺女，吃肉吃肉。
あ、次よ。はい、お母さん。ここにお願いします。卵にイン。シャー。シシー。给他们两口，你娘俩弄完肉，我都没肉了。なんだか、パンみたいな鸡蛋。我来点菜。好久没有吃过那个，寿喜锅了。今天吃一次寿喜锅，感觉很不错。今天我也吃得很高兴，我闺女吃得也很高兴。偶尔吃一次也是不错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我会在以后的视频多拍一点外边的东西吧，在我休息的时候多拍一点外边的东西，让大家多看一下吧。但是我拍外边的东西的话，流量很少。但是我不能输给流量，所以就是我当初就是承诺大家的，要多拍一点外的东西，大家看一下真正的日本。所以我会兑现我的诺言，我不会就是只向那个流量低头吧。然后反正是玲如师也找到我了，也就是想让我跟他们宣传一下，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他们宣传。好了，请持续关注我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一下关注，期待你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和收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，嗨嗨，Miki，拜拜。